东北菜的下饭天花板，酱茄子。呀，多说这么算呢，我刚才晾了一会儿，老铁们。这个菜吧，小时候吃都配凉饭吃，这为啥吗？因为这茄子太烫了，拌不拌我用凉饭，然后它就能下嘴了。有没有没吃过这菜的？嘎嘎香。哇，这还是来东北你就磕吧。